谢你，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祷告，是因为主你知道我的渺小。主，我祷告是因为你知道我需要你。主，我祷告是因为你知道你对我的重要。主，这个关系是假装不了的。主，因为我们需要你的爱，你关怀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当我们痛苦的从眼中流下我们的眼泪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擦去所有一切的眼泪。主，在这个早晨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。我们要大声的对你说，主，从今以后的日子，我们要为了一个专一的目标，就是我们要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更相信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必加添给我们。主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你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你就是生命的粮，到你这里，我必定不饿不渴，因为信你的人有永生。你也是我们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，我就不在黑暗里再走，我必得着生命的光。主啊，是的，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。主，当我们的卑微的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的时候，主，你的灵就重新在我们的当中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好吗？我们来一起恭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今天要从第二节念到第九节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之一。约翰福音，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大士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洞之后，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要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们今天很高兴黄传道要为我们的信息是，主啊我愿意，主啊我愿意。你把时间交给黄传道。